38-35，三分威又领先三分。给给低位，五，给内线，给内线，不行打内线。任敏轩刚才有非常漂亮的从防到攻的表现，这次李章林给到右侧，漂亮，没有问题，13号脚帅三分稳稳命中，两边38-38，比分再一次打平。我的天，平了！黄金迷你小车轮终于吹响了反击的号角，比赛也接近尾声。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，犯规！哎，变二！场上也请冉敬轩注意，你的个人犯规已经达到了4次，收到了！现在两边打平，关键球，这一下张展宇，哇，这次上下步漂亮！张展宇非常聪明的一个进攻脚步，完了。投进很可惜，连防！现在比赛时间最后2分钟，蔡晨刚刚给到张楠，南哥张楠的突破，这次要寻找底线，黄金队友拿到中间，造成犯规，2次罚球。哎，亚新轩，哎。你能不能按我战术打一个？我信打了五吗？然后打五，你打不到点上，我让你打到那边。你从来都往这边传，大哥，你都打错了，你全打错了。现在你就打到内线，咱打内线行吗？行。又一道的罚球，第一罚中。第二罚没有命中，两队回到三分差距。现在进攻方蓝队黄金迷你小车轮落后三分。走不了。上来一点。强帅再回到后卫冉敬轩的手上，看看好的，这个位置给得很深了，漂亮。好球！冉敬轩假动作晃开张振虎的防守，基地传给张殿良，张殿良运球反身上篮命中，分差又缩小至一分，来自北化工兄弟的默契。天哪，怎么能这么精彩？两边一分的分差，队员们都已拼尽全力想赢下比赛。回来！看看这边张振虎，这边是一个联防的站位。今年黄金6-5，注意时间2秒出手，但是这下争抢篮板出界，蓝队其实守得很不错了，已经。哎，底线球战术，然后45度展开。现在最后的57秒，对于黄金迷你小车轮来说，这个防守非常的关键。反眼，这两边回，这样我堵他。哎，犯规！栾立晨防守犯规。罚篮！不是裁判，我们为什么1次犯规都没有？他们有6次了，那犯规比例也太不一样了。罚球！刘一涛的罚球。好球！第一罚没有命中。没事。哎。两发都没有进，看看蓝队黄金迷你小车轮这一次，看看这个回合进攻是要实现反超吗？冉敬轩，我突往里走，对上张展宇，再给到栾立晨，这次漂亮。栾立晨躲开刘宇涛的盖帽，右侧高打板命中，为黄金迷你小车轮赢得关键2分，瞬间逆转战局。栾立晨，好样的！二十一！比赛时间还剩最后37秒，42-41。挡三！慢点！张展宇给到张振虎，你拿球挡三，展宇别防太大。
注意时间，进攻时间10秒，掩护之后，张振虎这一场追分工程转移，王晶再点开3秒。王晶再点开3秒，没有投进篮板球。飞人黄亮森。什么呀这是？不是这球怎么了？9号小篮板推人，跑两次。我没有人碰他呀，自己倒的。哎，等会儿，他自己倒的呀。我没有人碰他呀。罚球，看裁判的示意，这下蔡成来进行罚球。没有人犯规。这球谁犯规了？不，这球他自己倒的。42-42。喂，喂，这球明显自己倒的，大哥们。第二罚也中。蔡文威再次反超比分，暂停！不是，这不让他们赢一样吗？干嘛呀？几比几啊？犯规啊！哎，抓紧时间，你的暂停，没吹都吹了，现在。哎，过来！看他们盯人还联防啊？盯人，咱们就还是这么打。4号位站这，林呢？哎，我在。你要能要就要，不要的话你给他打挡拆。你打这个位置。你打这个位置，你在这跟他倒一下，跟眼镜圈在这，跟他倒一下，然后你上来给他挡拆，然后你这么突，5号位你在这给我挡他，如果要盯人，你在这，这是5，你上去挡拆，你假装往这边打，突然间变换方向给他挡，就往里冲，再能犯规，那个后面的这个防守啊，任何的掩护都换人啊，任何的掩护挡拆什么的换人完了以后要防2分，因为我们可能就说我们现在只领先1分，我们现在一次犯规没有，可以提前犯规，知道没有？13秒，最后13秒，再分位。暂停之后，三分位的队员王晶在边线发球，刘一涛给到张楠，张楠转移到张振宇，这一次选择直接交低位有点冒险，但是没关系，球还在。张振宇带一步之后，基本功的一个2分，这是后卫基本功的展示。